那个工作人员导演还特别一直强调我一定要小心安全，那边有一个 camera， 这边有一个洞，然后哪里有什么的都跟我讲了，我已经记得了，结果我还是哎。听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在，我说我的笑哭了点，我可以为你改变。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吗？要重来吗？我刚刚摔那么惨。看到一场很棒的表演啊、哦！你太过分了，我从来没看过你这么棒的表演，太精彩了，完全没有被影响，怎么办？很特别啊！啊，怎么办？我们中间有一位特别喜欢你，谁？对，张悦。张悦。哎，萧敬腾，萧敬腾，我刚刚跌倒会不会很糗？萧敬腾，我刚刚跌倒会不会很糗？哎，你可不可以不要那边？好，来，张悦，借这个机会，赶快，难得机会。老师，来，微博能互关吗？可以啊，小事。真的？小事。哇！哇！开心吧，够了吗？够了啊，不好意思，小朋友。好，老乡，我跟他们年纪差不多。没有，他们很小。助演嘉宾，不要讲，我们是助演嘉宾。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在这边啊，在这边。好，我们在这边。我刚才要不是去请老肖的话，我觉得老肖会一直在那边聊下去。来，在所有的表演过程当中，老肖一直在后面都有看过他们的表演，对吗？我看了。给我们诱惑少女说两句。你是说？就是刚才在台上，对，我觉得不是你有看吗？刚刚我有看，我就在后面，哦，我就在那后面。不要瞎掰哦！我真的看了。哦，好，那你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的？是三位少女们？我觉得非常棒啊！然后最主要就是看到少女们的那个热情，在台上散发他们的自信，然后他们的笑容。传递给现场每一个观众每一个人 的心里，我觉得每一个美少女都最棒的，然后他们不棒我出不来，对不对？哎，对。老肖，这边。哎，你自己刚看了他们三位的补考，你觉得有可能会成功吗？当然了，在我心目中已经成功了。老肖，上次美国一战，哎，魏冰雪唱了王菲没过关，而且唱得超好，那就不是他的问题啊，那是谁的问题？当然是那个投票的人的有问题啊，肯定的啊。那个超厉害，因为我整个站起来都跟他们一起嗨了。我觉得罗老师，罗教头今天这个魔王级的挑战会让美少女们有更强大的我讲错什么了？没有，我觉得罗主任的表演，罗教头的这个表演一定会激励美少女不少，我相信接下来会非常精彩的，我相信会。看不见终点，绚烂的眼，深空的眼，
几经诱惑的一切听不见，是谁也生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一路就向下坠，发现突然间触碰你之间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贝，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的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全场所有的朋友，想念你们。哥。多一点新鲜，我把玫瑰全都染黑，铺满在你的双眼，再一点时间，哦耶！我要把你刺在我的心弦，陪我直到永远。记得每一天守候，每一夜无怨无悔为你奉献，我仅有这一切，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贝，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我是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啊！谢谢。